进门，我给他送花的时候，他去干嘛去别的事情，他拿回来，我说这是花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月季花，月季花我找不到。你到哪里也不知道，这么两年了，今年第一次见花，不是一共才能剪，剪光了。这个没有了吗？没有，就一个头发出来，然后一下这个一剪这个剪彩花，对不起。